南宫国小迁址的问题，本来我不想讲哈，但是看到顶你这全国的全国办的头办，那事实上有一些差异的哈。南投县议员吴志学，但今日电机会中是一再强调停车，绝对无对任何单位施加压力，而且表示，也正是真无简单才申请到菜馆行的经营执照，但是几百摆的社会，每个月还阁必须要另外负担万八块的租金，压力是非常的沉重。本来残障人士就是弱势哈，所以伊就是甲好商量讲，恁即马好无伫遮，看会当过去。他只是很善意去，而且伊想无讲要找食，到尾也想到议员，所以去代为沟通。那代为沟通，上一次跟处长在休息的时候，我们也面对面讲说，这个可不可以迁址的一个可行性？议员吴志学进一步指出，变更校址只是其中一个做法。只是从管府教育处来跟你讨论，同时也希望教育处会当邀请台菜公司到现场了解实际状况。最大的一个好结果就是希望能够处长也亲自打电话到台菜公司来讲，这个物件现来现场看。我们签学校签址是另外一个议题哦，这你会当你来看着，就事实他正门已经没有在这边，是不是可以用昨天我讲的他们台采的行政裁量权来准予在这边开设？南投县政府教育处也表示，现在是强调学校社区化，相当期待学校从社区弄会当有一个相应的方法。因为我们现在都强调学校社区化，我们都非常期待学校跟社区能够双赢，我们能够都非常期待这个事情能够得到一个完满的一个结果。管府教育处也进一步指出，对于议员的建议，因将会联络台菜公司来实际了解状况。议员吴志学嘛一再强调，学校无一定爱变更校址，这只是其中一种思考的方向，绝对不是施加压力。记者蔡有凯采访报道。